直播前的休闲时光。开始化妆了。You're pretty cute. 这没有直播间，这放点品就直接开播了。对，开播了。Okay, I feel really good about this. 看看这些，全都遮住。嗯。好完美啊，特别贴脸，真的。嗯，我觉得底妆是化妆最重要的一步。Agree， 底妆化好，剩下都不好看。一白遮三丑嘛。没错，就是只要底妆好了，我觉得别的地方描不描差不多了。对，没错。我就用你这个属于的气垫，我都不用遮瑕了。嗯，就因为我觉得它已经遮瑕度就挺够的。对，它也没啥可遮的了。嗯，你皮肤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有斑，就浅浅的小雀斑那种。小雀斑对，从小就有。然后那混合皮肤比较敏感。看这个超 cute 卡的。哦，这什么呀？很腮红、高光，然后修容 ，so cute。去哪可以买？我的直播间。你是会上链接吗？今天会，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，比思凡便宜好多。到这我就下播了。还有就是三重的眼影也特别好用，有的时候会出现各种情况，比如链接突然间不管用了。对对对，没关系就尬聊。专业主持人十几年的，我感觉有点紧张。现在基本化完妆了，我现在要去换衣服，然后要做头发，准备直播了。我们开始就来了吧，大家好，然后你准备快乐是啊，然后就我们两个来到 Tracy 的直播间。你注意要看这儿，叮叮叮，大家好，哇塞。现在来到直播间的网友是最幸运的，因为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土豆公主小姐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。觉得好一个小姐姐漂亮的扣个一，都扣一了哇，那必须要上，必须要上福利，好不好？为大家，这个是真的福利。今天的福利是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新产品的金属乳液，是这样一大盒。今天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是最好的朋友，直接给大家20日常福利吧。直播间只要大家一起说好吧，3、2、1，0.1包邮，0.1，上一阶段我们漂亮一阶是不是？上没了，提醒没了。我们再说我们两个的最重要的主角来了，1500克奥地利施华洛世奇水晶元素。我觉得这个 camera doesn't do it justice， really， 它在黑色下面更明显，太漂亮了。这里面的这个气垫啊，是我们一门耗时一年多的时间，一年就是不停的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， 因为就是让它特别的服帖，对，然后 coverage 特别好，然后遮瑕，然后还持妆，配方还要尽量的干净，对，然后不能氧氧化，它里面没有 paraben， 没有 phthalate， 真的是国产化妆品能找到没有这个非常难啊。我们因为这样做，所以它的成本大大提高。在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是完全 model 一些大牌，对对对对，看我们其实两个人都用的是这个光泽，而且最重要是一天下来不氧氧化，不会暗哦，它的遮瑕度特别的好，而且上手。很水，它会干，有红丝丝啊什么的，全部都遮住。我擦了干粉之后再盖，我都没有觉得昏泥啊什么这些，完事的。OK， 我们等不及了。OK， Are you ready？ Are we excited？ Yeah！ I'm so excited！ Three， two， one， go！平时349，今天好运小姐来直接送一个169，就等于说今天349的话有两个拿回家，你拿到两个气垫加一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对元素工艺品，给大家看看有多亮。就是今天哦，在波波间平时没有这个机制哦，在波波间就没有了。大家说为什么它值？因为平时你去施华洛世奇那里去买东西的话，你真的349，你这个壳你都买不来，是的，你买不来。之所以我们能做这个，是因为郝一文跟施华洛世奇家族的这个私人关系。哇，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是不可能的。感觉在看美国的电视剧《Gossip Girl》，我们是 Elegance， 我们是 Upper East Side， 就是纽约上东区。这些名媛做灵感是低调，然后还奢华，然后还素雅，还 elegant 中文是什么？优雅，优雅，优雅。大家看看，真的很漂亮。对，又没有了是吗，宝贝们？又扣一宝贝，那又要送福利了。同学们，这不是剧本，而是真的是临时现场加的。爱你哦，宝贝，我爱你，又回来了。Thank you. Are we allowed to kiss? 啊，不是。拜拜。